今天呢，我们来为各位网友们呢，来举办了美白新品的体验会。今年非常的厉害，除了可以达到瞬间的美白，而且还可以从根源去阻断黑色素，到底有多厉害呢？那我们就来瞧瞧吧。是阿鲁比用的教育部讲师。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介绍活润透拔系列跟部落客做分享。阿鲁比用最有名的就是先乳后水的保养，这一次活润透拔的渗透乳可以达到肌肤的立即美白、立即水嫩的效果。那基本上呢，我自己本身就是爱用者。那渗透乳它依然呢，就是维持它清爽不黏腻，很适合我们就是台湾女生使用完之后，让脸部肌肤马上变亮的这一个好的效果。可以一直按摩到它几乎完全吸收。是啊，我现在拍拍拍，然后就进去了。对，所以适合夏天吗？嗯，很适合。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发表会。那我今天用到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的肌肤比较敏感，然后用上去会有一点点的泛红，它退红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然后肌肤是有一种光泽，那那个是粉不太能够达到的。今年的夏日雪肤粉饼啊，它的上妆方式和以前有一点点不同。它的上妆方式很特别，你怎么擦渗透你就怎么画这个粉饼，非常的简单，对，直接这样子，细到四倍的细致。今天来参加试用会呢，我用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就是夏日雪肤，一向是我的最爱最爱最爱的粉饼。就是用了以后，觉得这一代的夏日雪肤啊，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上妆方法，用老师建议的旋转的方式上妆会非常薄透。去柜上试试，然后就记得要把阿鲁比昂的夏日雪肤带回家喽。不会挑颜色，就是不对颜色马上就按成夏日。这个既然挑这么深的颜色，我还是觉得我很脱掉。对，所以真的很惊讶，改变我对粉饼的那个看法。你会觉得说脸上黏黏，然后你去睡觉，这样躺在枕头上，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有没有人有这种困扰？有的举手。它叫做高渗透美白粉，它是保养品，就解决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问题，而且又可以让你的肌肤在晚上或白天持续达到你想要的极致美白效果。今天的新产品里面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美白粉，擦完保养品之后会觉得它很黏腻，可是呢擦完这个美白粉之后，它很神奇的让我们刚刚所上的这些保养品呢，它马上就是变得很咕溜，然后很滑嫩，这样子完全没有黏腻感。美白粉在脖子上面，不好意思，这其实是你的，在家里我会擦到胸前。我们今天体验会就到这边，然后最后呢，主持人有个问题想问你们，请问你们爱阿鲁比昂吗？我爱阿鲁比昂。谢谢大家，谢谢。